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3月29号，顺站四五零站的46次。昨天24分转播的是树林发的江花灯号资本的用3000型12辆编组的皮蛋豆腐成油。耶、yeah, ！皮蛋豆腐藤油新城区直辖列车3006，16次，在树林站18站16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哦，我的那个人龙朋友，人龙婆不用吗？直辖，拜拜，16再见喽。让他教会就对了，超感动。然后开往台东。啊，是那个127A次哦。哇塞，是127A次，再见3006。127A次回送南港的天运35加天运36，有龙普，有好有龙普，我不会慢这样哈。在树林站18站等待，16次现行跑掉，是吧？啊，如果喜欢片，可以帮我找门度都丢不到，以及观赏片，我打的是228次，首度新自强，对。说我读这个班次用心自强自强啊，今日第一次开始，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